趁着母亲节进程，当然是光寿一出院来到北地社区举办庆祝活动，同时也来送面线甲肉干等物品，为所有长辈来加菜，也和社区的长辈互动。当然市长林姓就伫大家指导之下，学习安怎用纸来做康乃馨。虽然讲只是一类简单的康乃馨，不过算也代表着满满的祝福。光寿嘛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一蕊一蕊好看又够美丽的康乃馨，拢是由社区长辈家己来制作完成的。虽然要来制作是真无简单，不过大家依然是感觉成色又够好耍。康乃馨，康乃馨，庆祝母亲节快乐，大家都快乐。你敢会晓做？会晓，会晓，老师教，老师来教，老师教，老师教。我当只学的尔。送我送我，还是送家己？送家己，送家己。啊，妈妈送妈妈，送阿妈啦。我这个用迄个康乃馨的花蕊，哎，还袂做叶啊，叶在遮。这要安怎做才会水啊？啊，做了，迄个好像得要慢慢啊做。袂当伤急吼。嘿，袂使安尼紧张，嘿，啊，要慢慢啊来。母亲节准备到了，到了公所也趁着这个机会来到北地社区，除了要来赠送礼物，也帮长辈来切鸡蛋糕庆祝。大家做伙动手来做康乃馨，也祝福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。欢迎来啊，到了市北地社区哈，啊来帮因过母亲节哈，咱公所准备面线哈，啊，搁足侪礼物啊，要来送予咱这长者哈，啊，希望因伫咧五月温馨的母亲节，会使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哦，过一个非常温馨快乐的母亲节哈。北地社区用心经营社区祭典，多了一摆的母亲节庆祝活动。今日每工也替长辈安排着丰富的课程，社区就亲像大家第二个家，希望大家家每一个人拢会当欢喜过日。北地社区吼，是咱这个福利社区化非常成功的一个模范的社区。啊，伊今年嘛是咱大六期吼，这个小旗舰社区发展计划的一个领航舰队吼。啊，会使讲因伫遮即个对着这种辈世代照顾非常非常的成功。啊，伫遮代表馆长吼，咱祝咱所有遮的母亲，大家母亲节快乐。那真的，我们希望来这边的长辈呢，都能很快乐，身体很健康，然后大家活到百二岁。好啊，即嘛真感谢咱啊，咱处长、啊咱市长吼、啊科长吼、啊，代表拢来关心阮。社区成立就是要来提供长辈一个会当互动交流的地方。透过这摆的庆祝活动，长辈也拢是生了非常欢喜，共同来度过一个无同的母亲节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